拒检还企图撞警察，新北巡逻员警昨天盘查可疑轿车，结果对方不但拒检，而且还想冲撞警车，而疑似丢出一包物品之后，油门一踩，蛇形逃逸。随后支援警力赶到，马上包围轿车，破窗逮人，果然搜出毒品。 白色轿车一看到员警，油门一踩，加速逃逸。结果卡在车阵中，员警赶紧上前破窗，把人拉下车。17号晚上9点多，新北巡逻员警行经板桥区，发现这辆轿车很可疑，上前盘查，结果驾驶拒检，还企图要冲撞警车，甚至打开车窗把一包物品丢出车外，接着蛇形逃逸。支援警力赶到场，包围车辆破窗，才成功压制车上两人。 这一艘果然车上藏毒，才会心虚拒检。余车内起获一级毒品海洛因2包、二级毒品安非他命2包、海洛因香烟1支、餐食吸管2支。车里藏毒拒检，还企图要撞警车，被狼狈拖下车带回所里，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移送侦办。记者王景阳、王豪新北报道。